我们在家都是推光了以后再用，就直接刮最好。对，直接刮我还没有试过。欢迎程程，程程那个往来看了，欢迎彩票国，都是一般都是熟人。这个程程一般的老一刮的可能看到，对，很多人我看都往上看到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看这边。谢谢程程的点亮，什么？这俩人。平常工作原因也不太好刮，正好这一次出差。对对对对，因为你这个下周上班基本上也长出来了。对对对，长出来了。下周上班，进程三天了，三天应该可以的。晚上好。对，小光头刮光头。来几天呢？我礼拜二来的。哦。我们开三天会。哦。你们属于什么单位？我新闻单位，我们是中国简报社的。什么报社？中国简报。哦，我们不在北京办公。多刷刷啊，因为头发还是比较硬，多刷一刷。对对，刷头发比较硬。嗯，硬，我一看就能看。因为平常剃的都是小寸头。你在头上点九个点点点我可不敢点了。周末还是刮光头，让他说聊聊天，让你跟他们聊聊天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聊什么。他说他我在兜里，他说什么你聊什么。我也看不清楚啊，就让他们看看吧。看看，聊会吧。你这是微博直播还是快手啊？这是火山。火山。他视频会保存吗？哪里啊？北京西城区樱桃新街44号。眉毛也刮了吧？眉毛他还留着，在樱桃斜街，在北京市西城区樱桃斜街44号。那个，你们这个你说是保留不保留是吧？对，不保留这个。不保留啊！他直播完了就没有了。难怪。这个，好像有不能保留，有一种直播是可以保留的。好像是有保留的。能够保存住。对，谢谢早点大锅小炒人气礼物，谢谢谢谢厨师。有人跟你学吗？这个手艺现在没人学了，所以失传了。马上呀，老家是河北的。对，老铁们看刮光头，谢谢程程的玫瑰花。等着啊，这回可能差不多。行。保定的，河北保定的。找人去参加，他们都喜欢刮光头，不是出家。也是保定的，保定什么地方的？不疼吧？不疼不疼，我平常也刮的。还行，这头还行。还可以。那平常刮你再怎么刮呢？有的时候去理发店，有的时候就自己在家拿着剃须刀在那慢慢的刮吧。那太费劲了。对对。你这刀好蛮快的。那当然了，咱们这刀相当快。但有的理发店刮得很痛。对，咱们这刮的肯定不痛吧？对。很舒服，就是因为你刷的时候吧，必须要到位。对，刷到位，然后刀快，它刮起来比较舒服，刮起来特舒服，而且不疼。人家不太爽，我看他们就是把头发洗一下，
洗一下也行。先推了，然后理发多少钱？理发洗一下也行啊。理发多少钱？你单剪吗？啊，单剪10元。哦，好，大夫过来啊。大夫这儿10元。是，还是感觉还是很舒服，挺舒服的吧？不像我们那边理发店，理光头就是个折磨。那不行，必须得舒服。你像咱们这个刮，人家是要的是舒服，不是说你像说受折磨去哪成啊？你看这个刀块吧，刮出来的也干净。对，一个干净，再一个也舒服。对。像我这儿这个刮这个就跟那个给头部做按摩似的，对对对，一刀一刀的，就类似于那种刮痧。对对，特别舒服。对，只不过比刮痧还要舒服点。对，刮痧有时候刮的都比较疼，像咱这个不会疼的。对对，嗯。哦，你可是在网上看到的。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，平常也比较喜欢刮光头嘛，然后有的时候正好看到您这里有一个，然后正好出差，抽空就过来一趟了。哦，行，你没看过直播？也看过几个，看过几个。没看过我的直播吧？直播有的看不到了，我看到那个微博上面，就过时了，对，他过去就对对就没有了。前面的倒有一些是可以看到的。哦，你明儿就是关注我，到时候有。有时候你就能，我直播的时候你能看到，行，只不过就是不能保存。对对，就是你赶上了就能看上，对对对，你赶不上就干不上了。以前你的微博直播倒是能够保存的。对，微博有的能保存，但是时间长，有的也有，也要过时间长了也不行的。那上面保存过几段？对，我看到过的。嗯。谢谢火山用户的点亮。而且刷的时候吧，这个水还得要热的。对，也不能太烫。对，也不能太烫，也不能不热。谢谢谢谢，插的声音很爽。对，对，你录一段视频呢，留个纪念。对对，保存着。我们也是难得来，如果在北京的话，就经常来您这刮了。对对对，是的。你是什么地方呢？我江苏常州的。哦，江苏的哈。对。哎，按道理说，江苏刮光头的应该有很多的呀。但是理发店，但都是自己在家剃的，理发店的并找不到一些好的，有些只推他不刮。就是江苏应该有这个刮光头的师傅好一点的。老师傅有些就不做了。就像我这岁数年轻的应该也有，原先我们在一块儿就是有一个江苏的，他是好像是镇江的，就是在我们这儿一块儿学的徒。那些那还得要找一找的，因为现在都是霸王啊什么的。他是江苏镇江的，都跟我们一块儿学徒，但是呢他现在就回老家去了，他是一个女的，都一块儿学的，他而且这个学的也挺不错的，刀工挺好的。主要是刀工，对，其他的技术我感觉很快就能学会，就推推啊什么的。对对，他刀工学的挺好的，刀工他对那个手腕啊什么用劲就特别讲究。对对对对，要求比较什么。那个小女孩学的挺好的，刀工学的挺好。可能现在也40多岁了。应该这会儿还干着呢，他的那个这个家里的他那个父亲也是干着的，他在外头有跟着一块儿学的，本身他父亲也是干着的，他又在外边又学的刀工，学的也是相当不错的。他说那会儿他说是镇江的，
您刮的时候的声音是脆的，我们平常那边理发店都没声音的感觉刮起来。没声音，刀子肯定很钝，他的那个刀子。咱们这个刀应该是比较快的。对。都是在刮着脸吧。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开门，开门来！啊，开门，开着呢，来进来吧。开着，我没锁车的行吗？你锁车锁好，锁好，因为我们还得等一下，是吧？马上缴，进来就缴。因为我们这里开空调，没法那什么。Thank you.
Thank you.